线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召唤师们，大家好，我是子琪。各位好，这里是出门从不买保险的 AK 老免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2023英雄联盟手游亚洲联赛的全新环节一家电竞实验室。从下周开始呢，每周六的赛前，我们一家电竞实验室都会在这里和各位召唤师们见面。我们每周呢将会邀请到来自各个战队的不同的选手，通过一家带来的一系列考验与挑战，检验一下我们选手们游戏当中的这个水平究竟如何呢？是的，必须得检验一下了。当然说到这里也要感谢一加 ACE 二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持久稳针，团战不慌。一加 ACE 二装载全球首发灵犀触控技术，搭配超帧超化引擎，16GB 的超大内存，助你在游戏中把把 carry。是，今天也是我们一加电竞实验室营业的第一天，对，肯定是要整点不一样的活。就在今天，首套英雄联盟手游冠军系列皮肤 Nova 天赋觉醒现已登陆英雄联盟手游。该系列皮肤包括李青、瑞文、卢锡安、内瑟斯、莫甘娜五位英雄，冠军选手品质认证，登场一战天赋觉醒。稍后呢 ，Nova 的队员也将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他们的皮肤故事。那想买的召唤师们要一定要抓紧时间，首套英雄联盟手游冠军系列皮肤 Nova 天赋觉醒，在4月28号到5月11号限时售卖。冠军皮肤大礼包、皮肤完全体礼包、皮肤抽奖宝箱均已上线，快快登录英雄联盟手游去商城购买吧。今天呢，我们会有三轮特别环节，一家电竞实验室将和 Nova 战队的选手们为大家共同送上丰厚的福利。我们今天将会有三轮弹幕抽奖，为大家送上精美的礼品，所以各位召唤师们一定要持续观看我们的直播，不要错过，有福利哦。哎，是，接下来就进入到大家期待已久的主题了。首先呢，肯定要请上我们的五位嘉宾。首先有请第一位选手登场，他是行走在中路的游侠，也是峡谷中的一抹荧光。无论你是多强的对手，都请接受圣枪洗礼吧，让我们有请 Nova 念。哇，欢迎念来了。Hello， 来了。嚯，手里还捏着咱们的一加手机，展示一下，展示一下。你要展示什么呢？展示我的飞枪，来啊！哦哦，哇，你慢一点，高难度动作，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你慢一点，你把我们一加手机摔坏了一会儿。来来，请就坐，请就坐。哦，我感觉念这个动作，一看就是练习了2年半。必须的，而且刚刚他扔了那一下，其实我心里抖了一下，没想到这么稳，很稳，是，毕竟圣枪游侠嘛，对不对？就是端枪一定要稳，对不对？是，那我们有请一下第二位选手吧。好，有请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他手中的利刃将斩退一切对手，让我们有请 Nova 夷则断剑重铸荣耀登场。哇，上绝活了，今天我这个练习了30个月，30个月。感谢夷则，有请就坐。帅帅帅，对吧？是的，战术翻滚，比任何一个赛前的这个环节都要刺激。是的，是。接下来的这位就厉害了，是他呢首次将我们的这个堕落天使带到了世界赛决赛的舞台。灵魂镣铐锁住的不仅是对手的步伐，更锁定了冠军的宝座。让我们有请 Nova Remake。欢迎 Remake。天哪，这个今天有这个装扮的 cosplay 是吧？哇哇，足够妖娆。欢迎欢迎Remake，欢迎Remake，不愧是这个莫甘娜皮肤的拥有者，对吧？是，这个，也被誉为我们这次最美皮肤嘛。是是 是，我觉得非常好，今天这个装扮也很特殊。OK， 接下来有请的这位更是了不得，他是队里的老大哥，也是游走在野区的猛兽，伺机而动，一触即发，让我们有请 Nova 阿龙。哇，哦，龙哥今天也带道具上来的啊，因为我的没那个功夫，真的是。模仿一下盲僧的动作。那我们三位选手不得帮我们 FMVP 一起来摆一下他的 pose？ 来来来来，这要怎么展示一下？应该帮龙哥扶一下腰，然后撑一下腿。我来做龙哥的奖杯。OK，好的，来。OK， 顶起我们的一加手机，帅，来定个 pose。OK OK， 非常好，非常好。感谢感谢感谢我们四位选手，有请就坐。嗯。感觉前四位已经非常的重磅了。对，哎，那我们最后压轴登场的选手呢，他是团队中的灵魂位置，出其不意是他的必杀技。今天他要向所有的对手带句话，团战在外，小心被拆家。让我们有请 Nova Yami 以及他的爱宠，爱宠好伙伴来了，对吧？来 Yami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我是 Nova 的辅助 Yami。 Yami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小伙伴好吗？就是我的冠军皮肤拥有者拥有者是吗？他叫什么名字？他叫贝姆。他叫贝姆。
哇，非常热情，他在炫耀自己有皮肤。亚米现在是在跟大家打招呼了，真是亚米怎么把自己本体领上来了，是吧？是。那我们的 Nova 战队的五位选手呢，已经正式集结完毕了。再次提醒一下我们亲爱的召唤师们，今天呢，我们不仅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首个英雄联盟手游冠军皮肤的细节，还有多轮的弹幕抽奖等待着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OK， 那我们的这个，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下去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啊。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召唤师们呢，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更多了解我们关于这套冠军皮肤的一些细节了。那今天呢，我们 Nova 的五位队员已经这么特别的登场了，肯定介绍的方式也会与众不同一些。怎么个与众不同？有没有看过直播带货？那我肯定看过，哥们儿以前就干这个的，对吧？来 ，Oh my God， 快买它！来，三二一，上链接。你已经干到这个精髓了，没少看是吗？那今天啊，我就会有我们的五位选手呢，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来为我们各位召唤师们介绍专属于他们的英雄联盟手游冠军皮肤，每个人呢限时一分钟。那这种整活的环节，是不是应该给我们队内的整活担当先来示范一下？来吧，一泽，对吧？这个大家都等好了，先来一下，介绍一下你的皮肤。这款皮肤不多说，断剑终于有了一款冠军皮肤，看到是什么吗？白虎。对，这代表我凶猛的打法，当然今天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的凶猛啊、有多凶猛？现在下单购买就给各位一个惊喜跳楼价，你们猜猜是多少？3000？2000？2500？再发挥一下你们想象力，1500？1500？现在只要1090点券，冠军皮肤带回家。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多种优惠活动，完全体礼包内皮肤9折，大礼包内皮肤8折，以及光速 EA， 那是一份帅气。快快下单吧，买，赶紧下单，立马加入购物车，必须买，这直接我们上一号链接是开整上了就完事了。是，感谢感谢一泽，感谢一泽。是，我觉得一泽说的已经让我有一点心动了，就一点心动吗？对，因为我想听听后面的会不会让我更心动啊。那来吧，我们下一位，就我刚刚看这个亚米的装扮很特殊，你要不来介绍一下你的皮肤？可以，阵势很强大啊，今天气场是。大家通过这身装扮就看出来了，今天我肯定是花费了心血来的。对。花了大代价来，我自己摸到这柔顺的毛发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的哈士奇。这款皮肤来源于我的狗狗嘛，然后平常打比赛，然后它我长期在外嘛，我就比较想它。好不容易才拿了冠军，然后拥有自己的冠军皮肤以后，我就想着以它为主题定做一个嘛，然后思念代表我的思念和爱。是的。然后现在只需1090，也是1090，1090，真假的？而且打包价格更优惠，多少？皮肤大礼包有5个皮肤，5个皮肤，还有击败印记啊，回城特效啊，限时特价，只要4350点券。哇，这太划算，便宜了1000多点券，这么大优惠力度，求求你们买一个吧，必须买，这必须买了，不买的话我都怕哈士奇晚上来给我们拆家了，是不是？如果你们也有Nova天赋觉醒皮肤啊，那这件事一定太酷了，太酷了，太酷了，太酷了！感谢亚米，感谢亚米，哎，这个真行，这个大礼包优惠1000多，是心动又增加了一点。现在是多少了？20%了，可以了，因为我们还有剩下3位，想看一下这个加起来的优惠力度究竟有多么诱人。好，接下来我想看这个我们莫甘娜的介绍 remake。因为莫甘娜其实我觉得今天是全场最美的一个造型嘛，啊，确实有这个味儿了啊，看看是会不会带来一些特殊的一些优惠力度啊？优惠很大，哦，真的吗？到底有我这款莫甘娜皮肤倾注了我很多的脑细胞，有多少脑细胞？因为有以前我们看到莫甘娜的皮肤都是紫色的啊，但是这次给它加上了冰系魔法的属性，独一无二，建模漂亮，而且它的衣服还有脸和翅膀都非常好看。尤其是在放大招的时候，翅膀会有华丽的特效，就比我现在戴的这个翅膀还要华丽，这么华丽吗？最重要的是，它只需要1090，而且是1090，你的起码卖1000啊！提醒各位喜欢华丽效果的召唤师们注意了，现在到游戏商城内购买皮肤完全体，每个含有皮肤、姿态、边框、表情，从头到脚都是华丽的包装，现在只需要1330点券。1330，准备上车，不是这么卖要亏本的 remake， 就要卖，上车，卖必须买，对，来，准备上车，
那皮肤你冲不冲？来冲冲冲冲冲！那优惠你冲不冲？冲冲冲冲冲！废话不多说，福利上一波！来三二一，上链接！感谢 Remake， 现在这个好感度立马提升到了70%，可以一下涨这么多吗？真的，那全套直接带走了。是，主要刚刚这段话就是太专业了，是深深的打动了我。意思是我们前面的不专业。啊，前面的也专业，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话优惠力度好像更大。你还没说完，保不准，因为我后面还有两位嘛，对，保不准后面优惠力度还有更大。啊，还有更多惊喜，真有可能。那我们来，因为刚才我就说有这个卢锡安的视频嘛，接下来让我们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皮肤。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宝贝，专门推荐给广大喜爱卢锡安的家人们。我呢，已经为大家亲身体验过。好，这款皮肤的每一个攻击音效都特别好听，尤其是你一上手玩它一下的话，就感觉很爽，一发不可好。对，那种打击感好到你超乎意料。哇哦！这款皮肤来之不易，精选峡谷珍稀材料，拳头匠人手工打造，冠军 Nova 代言广告。只需要多少？1090点券，又是又是1090。拥有它，你的冷酷攻击会更酷，铿锵洗礼更是百发百中，打出自信。如果你足够自信又足够幸运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游戏商城购买120点券抽奖宝箱，也许这款皮肤就属于你了。OK OK OK OK， 抽。这时候我就想说一句什么呢，如果你也喜欢卢锡安，那我觉得这件事真是太酷了。是的，冷酷，手感丝滑，冷酷，太酷了，枪出如我，快快下单吧，下单下单下单，直接下单，直接下单。感谢念友请就坐，上链接上链接。行了，现在99%了，其实就差那么一点儿，要留给我们的压轴的 FMVP 的冠军皮肤。来吧龙哥，请开始你的展示。我最后一个出场，大家不会以为我的都很贵吧？我的，起初刚刚跟我说2000块，我的礼金必须得卖2000块。我说不行，这么多观众朋友，我说2000不能卖，知道我给价格今天给大家打下来，只要100块，兄弟们，卖不了，卖不了，龙哥不是卖不了 ，FMVP 不能卖，那也得100块 ，FMVP 也不能卖2000块。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不同意官方定价，就是要便宜，是不是？对，我就是要把价格今天打下来。你这样会血本无归的。我就是要打1900块下来。不能卖，不能卖，不能卖。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皮肤吧。好，永恒的打野英雄，这盲僧，专属于冠军皮肤。这款皮肤所有技能都是那种电闪雷鸣的特效。哦。谁不是看了皮肤说帅？真帅。然后还有背景的图案是凤凰，加上我的龙这个名字。直接龙凤呈祥送给大家，好吧？好，可以，好，只需要还是1090点券，最主要是，又是1090，就是良心，是这个太良心了。这个你这么卖，我们要亏本呀！是的呀，买了就是赚的，买到就省1900块，兄弟们。龙哥此刻的心里只有家人们，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泪目了，兄弟们，把泪目打在东西上。还有诚意，今天我还带了别的东西。哦，还有，对，我还带了 Nova 战队的周边礼品送给大家。持续关注我的直播间，就能参与抽奖。镜头掌声，必须掌声，这点掌声。谢谢龙哥，有请龙哥就坐啊。龙哥这个是真的亏本甩卖。是我现在就是已经忍不住想要赶紧录完节目去下单了。已经下单了是吧？是。今天必须买，直接整上。我干脆这样，直接整个大礼包，把五个皮肤全买了吧。你这句话，所有的召唤师们都是共同见证的啊。手游赚钱，手游花，一分也不带回家。有道理，没毛病。记得买完发个微博给我们一起看一下。哎，但是在我们呢这个购买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召唤师啊，刚才的环节呢还是以娱乐为主，那具体的这个皮肤定价以及活动，还是要以游戏内的商城为准的。没错。刚刚选手已经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属于自己的专属冠军皮肤，但是我相信呢，眼见为实，各位召唤师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在游戏内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对，我还听说了，就每一个皮肤都有他们这个专门的特效嘛。是的。刚才我也看了，就是包括卢锡安他这个 biu biu 的时候，也有专门这个 Nova 的对标。没错。要不让选手来展示一下吧。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以后也会成为固定环节的我们的一家小课堂。那之后呢，每周我们的选手们都会为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英雄教学，想要得到职业选手的真传，一定不能错过我们这个环节。要不先让阿龙来吧。龙哥，我想展示一下你的这个盲僧的皮肤。好，给你们看一下价值2000块的皮肤，好吧？最贵的是龙哥为我们先给你们看一下砍到100的一个皮肤，就是这回尘蹦起来的时候会有一声鸟叫，兄弟们，非常的凤凰
非常的惊艳啊。是，其实从龙的这个演示里面，我可以看得出来啊，除了皮肤特效做的特别的细致之外呢，一加的这款 A42 的画面非常好看，不管是清晰度还是颜色，都有很好的一个视觉体验。对，尤其你看刚才盲僧在天一波挂档之后，二段过去的那个 Nova 的图标，特效展示的非常清楚，对吧？是的，我觉得还得是咱们的一加 A42。不愧是我们的一加 A42。是是，好，再给大家教学一下盲僧的小镰刀。怎么说？从这里先给大家教学一下一级玩手的镰刀。嗯，这套是比较方便瞄的，对吧？这套就方便于就是别人离得比较远啊，就是一技能命中之后，然后再二技能过去，然后再重置二技能平 A， 然后再使用三技能，然后再使用四技能，再接上一技能，这样的话可以把四技能和一技能伤害打满。哇，学会了学会了。其实我之前总是玩不好盲僧这种特别瘦的英雄的，但是刚刚阿龙说完之后，我已经有点想要跃跃欲试了。那肯定了，因为玩得好的盲僧啊，他你会感觉到操作很丝滑，行云流水，再激烈的团战也稳到不行。当然了，再用上咱们搭载了满血版骁龙八加旗舰芯片的赛事用机一加 A42，操作更跟手，更加稳定。是的，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召唤师们只看一个肯定是没有过足瘾的。哎，那接下来要不然请我们今天打扮的最炫酷之一的亚米也来展示一下你自己的皮肤好了。就一技能嘛 ，Q 出去的时候也是像瞎子一样会有一个闪电的效果。嗯，然后二技能也是会有一个类似于闪电的束缚别人，而且有个 Nova 的图标，我刚看到。对，然后三技能就是甩出 Nova 整个对标出来。嗯，然后大招就是魔神降临，大招变成 Nova， 变成大狗。我刚刚看到就是哈士奇周围这一圈紫金色的配色，也是亚米你跟这个我们拳头刚刚一起设计的。是的，一起想出来的。啊，哦，这个紫金色的这个配色跟他们整个。哇，还有一个亚米的一个签名，还有一个签名，回程后面还有四只小猫咪，就是猫狗齐全，怪不得就是女孩子最期待的一款皮肤。我觉得这个皮肤真的值。是的，那接下来还请亚米我们介绍一下你平常会有哪些出装呢？就比如说塞纳狗头嘛，属于手游的一个特殊体系，然后第一件出冰甲，第二件出冰杖。首先这两个装备十分便宜，而且能增加它前期的坦度，加上冰杖的减速可以让它的一的 poke 三技能的 poke 更持久一些。哦，然后后面补鬼书还有那个大面具，然后可以就给对敌方挂上重伤嘛，然后就变成半功能性的法坦嘛，伤害也还可以。对，还有一套就是上单流的嘛，然后第一件出神分，前期对线强，第二件冰甲，第三件出破剑者，那就可以开始疯狂去带线偷家了。人家也打不过你。对，然后他敌方看到只能说一句，有一只哈士奇在疯狂拆家，管不住。所以这套是拆家流装备是吧？对，然后后面补个血手加振奋，就可以更肉一些。非常感谢今天亚米给我们的一些分享。那由于我们的时间关系，等一下 Nova 还有比赛，所以呢今天可能我们只能为大家展示两套这个皮肤了。没错，那召唤师们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呢购买 Nova 天赋觉醒系列皮肤，更多的去感受一下其他的几位皮肤。没错，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由职业选手亲自传授的英雄技巧，也记得在每周六赛前关注我们的一加电竞实验室哦。是，提到了这个名字，老米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叫一加电竞实验室呢？好，为啥？因为呢我们一加其实一直是致力于为选手们带来更好的一个用机体验，也是我们比赛一直的专用这个用机啊。他们也会根据选手的反馈呢去不断的优化自己的产品。那今天呢我们五位选手每个人的手上呢也有一台我们的一加 A42 的手机。
五位选手在下一场比赛当中的这个精彩发挥，也希望我们各位召唤师们呢可以锁定下一场的比赛，一起来为我们的 Nova 战队加油。那本期的一家电竞实验室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